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决定来景福宫这边逛一逛，今天天气特别好，然后我们要骑自行车，共享单车。我现在到的是景福宫旁边的一个共享单车的停留站，给你们看一下韩国的共享单车。这个就是韩国的共享单车，然后因为今天天气特别好，所以全部都被租出去了，这边都是全部空了，只有三辆剩下来现在。哇，阳光好大，特别晴朗。我们现在就在景福宫外面，沿着那个城墙先逛一圈吧。这边景福宫就是相当于他们韩国的故宫博物院。游客超多，然后大家都穿着韩服，然后现在的话有那个韩国人穿的传统的服装，就是侍卫，超好玩的，很多人跟他们合影。我刚刚已经还好自行车啦，今天骑自行车，然后绕着景福宫转了一圈，还看到了韩国的表演，传统表演，然后觉得特别有意思。下次如果你们来韩国的话，一定要试着骑一下共享单车哦，看到的风景会很不一样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